针对大家有关心我的车子有违停的部分，我想我虚心接受。那这边要表达我最诚挚的歉意哈，对不起。深深一鞠躬，向市民道歉。针对市议员张之豪贴文宣称，市长谢国良坐车和私人坐车有违规行为，市长谢国良亲自说明。我觉得车子停上这个人行道是完全不对的哈，我自己看了也非常不能接受。我也有转达我们的那位驾驶，就是未来如果还有把车这个开上人行道这样子的情况的话，那一定会构成不适任的理由。那我也很清楚地告知我们的立场。那另外我的车子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出入口跟人行道是有可能会有重叠到，那我未来也会非常的注意，就是在我们进出的那一瞬间以外，尽量让我的车子的这个车身绝对不要碰到人行道，这一点我们也会检讨改善。总之就是非常对不起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对，